那我们辛苦的杰哥真是辛苦啦、啊。他现在在装这一个胎压侦测器哦，充那个电池式的，叫 BP41 维生所生产的。那它是胎内式的一个发送器，然后再加上这一个主显示幕，但主显示幕是不拉线的，它就是干电池。干电池正常大概3-4个月换一次，非常的超值，甚至可以关电了、进入一个省电的一个非常省电的一个模式。所以它是粘合在我们任何的地方，所以只要放在上面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对的。哦，那非常方便。你下车的时候，你怕被人家偷走，你可以放在手套箱里面就 OK 了。好，我们不要吵他。阿提斯，我们已经服务很多了，所以有需要服务的跟我们接洽，速速接洽，速速安排。OK， 感谢阿杰师傅。